的，我只要告诉他第一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比如第一个位在这里，你就给他一个，给他一个，我看一下，不行，要拉，因为这一定要拉哎。对，这样拉。哎，那才可以嘛？如果你没有拉，不行。你看为什么他刚刚可以？这有点妙 ，OK 哈、哦。不过他好像这样写，他好像是这个，他就是用 A 啦，他直接用 A， 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哈，他就是没有，他没有这样，他等于是说直接就是用 A 哈，直接跳一个 A 的话就一个范围，我看他好像这样写的话啊，这个结果好像就会得到刚刚范围的话有没有？那刚刚是一定要拉一个范围，可是现在好像给一个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你会发现我没有拉嘛，刚刚要拉对不对？现在不用，现在点一个就可以了，它就自动去抓到其他位置。哦，不过这个是同学想到的，是自己是去试的方法啦。哦，那当然我没有试过这样的方法，不过这种方法最后得到这样的结果哦，其实我也没有哈、哦，特别去这样用，所以我建议啦，你干脆用我的这个方法就好了。哦，因为它等于是。直接这边就是一个 A 了，哦，那像这样的结果好像就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出现 ，OK 哈、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主要就是让大家了解哈、哦，就是有点是复习前面讲过的东西，好、哦，然后又多了一些好、哦、其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哈、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接着继续来看哦。这个三米符的话呢，哈，顾名思义嘛，哈，三加总，一符是条件，也就是说，它等于是两个函数合而为一变成一个 max 在一起就变成一个，哎，加总如果条件发生的话，那只是说要怎么做，像这边有一个简单题目，如果我要算什么销售部这个，啊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什么销售部门的，哎，那我当然这里面的奖金如果是销售部的帮我加在一起。那以前的做法也许是啊、哦、这个销售部这个一个两个啊、哦、三个。那你当然不可能用眼睛看嘛。如果资料多的话那当然就做不出就很容易做错。OK, 啊不然你可能要排序，可是排序又乱掉。所以尽量怎么样，你不需要你就这样说。插入函数里面你可以用什么，用那个三米符啊、哦。三米符的话呢，特别是一样在数学里面有一个 sum 加一个一符，哎，这边。那底下有个三米符 S 有没有？如果你条件是多个的话，哈，一个条件是三米符，多个条件三米符 S 哈。那我们这边一个条件而已。如果它是销售部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它会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 range， 是说你要判断的那个这个 range 指的是你要它是对相对于这个下面这个 criteria 条件，这个是条件，你。在某一个范围里面出现哪个条件的话，帮我加总起来。所以哈、哦，条件我理论上呢，三米符会先从 criteria 开始，就是帮我找什么，找销售部，去哪边找？哎，去这个范围找，有没有？在这个范围里面找，看看有没有销售部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帮我加总的范围，加总这边，他就自动帮我把，如果是销售部的，就帮我加起来。OK， 然后4500就 OK 了。那、啊、它是一个对应关系，也就是说它会怎么样，帮你一个一个比对。哎，四啊，四就加起来，四又加起来，不是不加，四又加起来，所以它把这三个加在一起的结果帮你输出了。OK，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？哈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它的 range 跟 sum range 一定是范围，一定是阵列哦。OK 哈、哦，然后中间是条件。那再来的话把开发部加起来，开发部的话一样，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样，再插入函数哦，一样最近使用过的三米符条件就是这个开发部，如果开发部哎，这个范围里面是开发部，帮我把它相同的这个列、哦、同一列的旁边这个资料怎么样，帮我加总开发部 2500, OK、哦、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底下还有一个销售金额，哎，如果销售金额大于5万的话，帮我加这边，哎，销售金额大于5万，所以一样哦，插入函数，三米符，条件哦，习惯条件什么，大于5万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不是说只是单单可以用什么，用那个哪一个，你还可以用大于等于小于，
可以放在这边，但是呢，你移开之后，它一样会帮你加什么前后双引号，表示说 criteria 里面一定是个文字哦。OK 哈，所以理论上当然不用打了，不过它会自己帮你加。OK，然后去哪边比对？去比对这边，如果条件为 true 的时候，帮我加这个。OK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我一直强调啊，上面这两个是一组的。那如果条件为 true 才是加这个，哈，要加哪一个？OK 哈，然后按确定，这样的话呢，26个，哦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四，这两个不是，所以他把这两个加，这三个加在一起26，OK，这个就是 SUMIF 的用法哦。SUMIF 其实跟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它的这种相关应用蛮接近的，因为 SUMIF 在枢纽分析表它其实也是帮你先把它。你要的那个有没有名称全部帮你？如果是数字就帮你 SUMIF，但如果不是数字哦，那一栏如果不是数字，它就帮你 COUNTIF，COUNTIF 是什么？算几个？COUNT 什么？几个？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们用枢纽分析表的话，你应该有概念，就是数字 SUMIF，不是数字 COUNTIF。所以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一个很重要函数叫 COUNTIF，好，算几个？OK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的话哦。那请各位呢，再另外开启范例档。范例档里面，请你找到那个007这一题。007，待会后面有三题啊，007、011、009，顺序大概是这样啊。007，那打开之后的话，请各位先思考一个问题，请你帮我把什么，把这边呢叫做什么产线人员工资之和，帮我加起来，哎。产线，你看你会发现哦，这边有什么？产线一、产线二、产线三，那这些都是产线。哎，可是有个问题，那它是开头哦，开头是产线，但后面那个字不是的话，怎么办？OK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帮我把它加起来。好啊，这个就是会有另外一个变化哦。OK，那请各位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